燕燕，感情是可以培养的，但是爱不能。可是你看这儿的白血，只要一息尚存，就有勇气和希望继续生活下去，就可以重拾信心。以前我真的听不懂，但我现在终于明白你说的守护是什么了，所以我想陪你一起守百姓，一方安宁。你真的有别于其他的姑娘，燕燕，但在这片土地上我们都只是过客，只有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做一些利于百姓的事情。我答应和你一起守护这片土地，现在让你一个人承担。德尔哥哥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知道我可以一走了之，但如果我真走的话，那些有心之人一定会在朝堂上积极发难，万一主上应对不了的话，大辽的改革就又会半路夭折。爹爹和我们所有人之前的那些努力就都会付之东流了。娘娘，这些不是你一个人能够承担的。娘娘，贵妃娘娘，何时如此慌张？主上他一直喝酒，都喝吐血了，也不让我们去找嫡立姑。娘娘，求求你去劝劝主上吧。